稳了稳了稳了，特别棒特别棒，题都是我擅长的，嘿嘿嘿，没问题，哥们儿这把要考北大啊，回头吃我的升学宴啊，哎，大家都来啊，我请客啊，哈哈哈。嗨，考的也就一般般吧，啊，考完了也没想那么多，也就是跟平常差不多的成绩，考到哪儿算哪儿。然后我现在没事在家里随便看看书，然后攒钱准备念大学，能去一个就行，不要求太多。哦，我们都是好朋友呀，对啊，前后桌嘛，一起上学一起玩的。但是呢，小伦应该没有我考得好，但是我俩谁考上北大都没有什么悬念，都没有是都是合理的，对吧？但我觉得小伦，他去哪儿我都祝福他，对，嗯，欢迎以后来北大找我玩。还有同学阿森呢，他不错，他我觉得倍儿自信，考得一定特别好。他你知道，平常成绩在我们就是名列前茅的。然后这次呢，作文也是他的擅长的领域，然后英语题比对他也比较对路，特别是数学方面，更是他觉得他的解写的非常完美，写的非常流畅。那我真的要恭喜阿森了，嗯，特别恭喜他，我为他感到骄傲。对，我已经加了那个北大新生的那个贴吧，还有他们社团，寻思以后他们可能比如说篮球社呀、吉他社都不错，我可能想先去丰富一下自己文艺体育方面的，对。学习嘛，不用担心，我天赋这么好，然后很又聪明，对吧？肯定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哦，运气好，运气好，对，就勉强报上了第一志愿，对对，还行。哎呀，批卷老师对我比较友善，没怎么狠心给我扣分吧？可能是看我比较辛苦，字写的比较多，谁知道呢？对对对，嗯，哦，阿森也不错了，嗯。他未来肯定比我有前途，对吧？他不管到哪儿，明年后年肯定他都是班级里的佼佼者，对，我还是不行的。哦，升学宴什么就不办了吧，等我去蹭阿森的。他不说要大张旗鼓的办吧，对吧？不对吧，这一年学校都拿我当榜样呀，让我去给高一高二的同学做报告啊。